小青，自那金山寺大战一别后，好久没再见过了。只不过，你莫要再来劝我。今日午时，地藏菩萨诞辰，我许宣便已辞亲剃度，受衣出家，用父母深深修学佛法，广济众生。我不是来劝你的。那你是来杀我的吗？也罢，你今日就是剐了我，我也认。我是个懵懂痴呆的负心汉，愧对结发妻子白素贞甚深。现在跪在佛祖面前忏悔，愿将此后修行功德回向爱妻，祝他早日脱离苦海，飞登仙界。却想不到这个世界的你倒成了个痴情男儿，几滴鳄鱼泪说得像是佛像容蜡一样。你小青，你口出此言是不信我重新悔过？你悔不悔同我有何干系？我今日来既不是来劝你，也不是来杀你，我只要你与白素贞生下一个孩子，让孩子偿还你的孽债。你要我儿许世林？你寻他要做什么？你要带他往哪里去？是要去你们青城山上修那些术法道行吗？小青，我又糊涂了。你笑什么？我笑，笑那天谴的白素贞，她的一线生机竟然就系在你这样一个平平无奇、匮乏想象的男人手上。我笑，还笑我手上这曼陀罗，让我遍踏三千世界，五内焚灭，历经万千因果，却发现只有你儿子才能救出那塔下苦母。救出娘子？真的吗？可是我儿世林出生尚不足月，还养在乳娘那里，莫不说与那法海斗，连只虫蚁他都……正好，我要的不是你此世的儿子，而是你来世的。来世？小青，你可是要索我性命？是吗？也许不是。只要这曼陀罗转动摄魂，你在此地的肉身便会立即死去。但是许宣，我只问你，你想不想将一切从头来过？那我是想，我当然是想的，就是死也愿意。小青，是不是有那天上的神仙派你来见我星城，要再给我一个机会，叫我再做一回爱人？再来，我一定不会再懦弱再犹豫，即便是死也要尽我的全力。是吗？我亦不会。我这是……这是我还在印刷书馆当弟子时穿的衣服。我回到过去了。小青，你到底带我来了哪里？小青，你上哪里去了？姐姐，我来了。你方才又上哪儿调皮了？我在城中寻遍，自收安坊到景亭桥，过了钱塘门还找不到你。要是等得我恼了，我便要独自往宝珠塔去了。好姐姐，碰到些臭和尚，惹了几个臭船工，言语调笑，耽搁了些便是，还不是又急急赶来陪你守株待兔那个呆瓜了。可没把人吃了吧？倒是想了。姐姐，不是怕你又说我吗？怎么光一会儿不见你就变得这么柔情蜜意的？一口一个姐姐来姐姐去，平日我怎么训斥你你都不服，不是还要直呼我白素贞吗？心情好了爱怎么叫怎么叫。喏，你看上的那个美少年不就在那里？啊，小青，原来在那边。
怎么神出鬼没的？哎，那边的船家，你搭客吗？我要到桥下到我娘子那里去。昨夜书房门前见到的，一见钟情的，可是这个男人了？是了，不会有错。那边上吧。怎样上？上啊，就直接上了他的贼船，待他慢慢的摆过来，我把你推下去，正正落在他怀里，不美吗？小青，你莫非真要……呀，娘子，终于又见到你了，看你安然无恙，我这心头是千般滋味。哎，你这色胚，怎么当面见着了漂亮姑娘就赶着叫人家娘子？王伦，你现在还不认识我们姑娘呢，莫非你还有了什么前尘情缘不是？我明白了，还不是时候。我的意思是白娘子。相公，何能竟得知小女姓白？小的看姑娘一身素白，便脱口而出一声白姑娘，未有冒犯吧？可不是冒犯，我们家姑娘一身素稿，正是清明时节为老爷夫人上坟祭扫，要不是我们姑娘还真巧是四川楚州白府府上千金，你这呆子还不知眉头出了哪儿呢。小七，休得吓着相公了。请问相公贵姓？失礼了，白姑娘，小的姓许，名轩，是钱塘人。这会儿应该是25岁，还未娶亲。这下是失礼，再加上无礼了。应该是25。相公莫非连自己的岁数都不晓得？实话与白姑娘相告，我此时是有点弄不清，但是如果姑娘姓钱氏……哎，前面就要到清波门岸了，这位相公，你要在那里下船吗？看你这打扮，准是要回家去吧。是的，回家去，你说是就是了。白姑娘，那这伞就先借与你二人。给我们？许相公，那你呢？我只淋些雨，不碍事的。等等，许轩，这伞你还要不要了？哦，对对，要的，我是要来取的。许相公，你知道往哪处取？我当然……不，我还不晓得。剑桥双茶坊巷口，意外小红门，上书白玉。你明日可会准时到吗？准到。风雨不改。是。真是个闷葫芦，倒打一巴掌吐一口水。这伞真好，紫竹柄，84股，想是青湖八字桥老师舒家做的吧。你倒是好，人前木木讷讷，此时却先夸起伞来了。我看呀，正是呆子配呆子。八字还没一撇，如何就配起来了？怎么能不配呢？生生世世都缠在一起。小青，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落魄人绵绵意，说你眼光好。这下相公也捉到了，还不归家好好布置那荒宅去？吓煞我了，小青，你怎么敢大摇大摆的在门口？快到后院去。若是我姐姐看到你在这儿，定是要捉着我无休无止的盘问到明天的。今天在船上说的那些胡话，以后别叫我再听到了。什么前世今生的鬼话，
徐轩，你可真当自己是个情圣了？你若是演穿了帮，让他知道了，我定杀了你。我，小青，我只是一介凡夫俗子，经过那么多生离死别，你生生将我拖进这梦里，见到我那结发妻子完璧归赵，你说我如何能心平气静，假装我未曾爱她？梦？你莫不会以为这些都只是一个梦？许轩，我在金山寺中还没同你交代明白，你原本的肉身早就在那当时死掉了。哦，用你们出家人的话说是圆寂，原是我将你的灵魂从那重世界中掘来，夺舍了这一世的许轩，你如今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什么？所以我现在劝你惜命些，好好爱他。照我主你的做，必会让你功德圆满，五子登科，长相厮守。等等，小青，那你呢？你怎么办？是啊，那我呢？心猿意马驰千里，浪蝶狂风闹五更。清早起来就在小窗边那儿心心念念，翘首以待，等谁呢？谁也没等。别等乱了心，他自然会来的。都说了没等。既然没等，你又怎么知道我在说谁？你从昨日起便像变了个性子一般，总是拿我取笑，可不像你了。换作你是我，指不定你要怎么笑我呢。小青，你在说什么呢？嘘，姐姐，我听得外面有吵闹声。可是许相公来了，你就在房里准备，不消出去，我自去引他进来。徐开斋，我送。师父，有人来了。啊，各位相公，我们给他来动做法啊，把他这个人啊，我扫走开。缺什么魔？哎呦，这个房子里等了两只千年蛇妖，这个事体你不晓得的啊？老弟子这个就是个怕房子，就是有两只蛇妖来动做妖法憋出来的。红尘色相，皆是虚幻，皆是虚幻。胡说八道，这里面住的是两位年轻姑娘，无父无母，孤苦伶仃，方从楚州搬来异乡，如何又污蔑人家是妖了？况且就算真是妖又如何？老师傅，你也说此地正是一栋荒宅，为侵了别人家的地，也为掠了财，只是画出些亭台楼榭、鸟语花香，碍着谁的路了？师傅，这人印堂发黑，想必是早已被妖气附身，我们不要管他了。各位相公，我们的道义就是救人出苦海，你快点过来，我把你弄两道符咒，牵起你身高的一个晦气。慢着，哪来的妖道士，敢在我白玉门口喧哗？啊，那位青衣姑娘便是我要找的，你们看，怎么又像是妖怪了？蛇妖，蛇妖来的！你们两个人跟我到镇外地去通报，请人来帮忙。哎呀，啊，各位，你快点儿！小青，不要对他们下手啊！我已经走到这里，还能叫你们这些蠢人坏了我的事？你上哪里去？我原本以为你好言恶言，只是把他们劝走，不想你真下死手。闭嘴，我姐姐来了，记住我昨天同你说的，否则。呀，好险，这城里的道士真是不给人一天安生日子过，若是他们跟许轩吹了什么耳旁风，我姐妹俩可就麻烦了，可得把这事儿圆过去。也不知小青懂不懂得我的意思。是相公来也。呀，这急雨冲走的硫磺粉
小青，可是我们差人来捉妖的道士来过了，前两都结了吗？是呢，刚撒上新鲜的硫磺，我嘱咐了几句打发走了，结果好巧被冲走，我着他们明天再来撒一遍吧。嗯，你做事是明白的。许相公，你看我们俩刚搬来不久，家中没有男人，怕动了这城里单身汉的歪心思，索性就请人来捉妖，就说宅子里闹鬼，好叫人不敢接近呢。啊，果然是张妙计。白娘子，我今次是取伞来了。劳烦相公，快请进吧。我烧了一桌好菜，启封了一瓶上好的清酒，正愁没人吃呢。小青，回去了。小青，去哪儿了？小青，你终于回家来了。这几日你都上哪里晃荡去了？天大地大，偌大个西湖，哪儿都能去。我担心待在宅里，可怕坏了你们好事。如何呢，姐姐？春宵凉夜过好了，那呆子可还是个体贴人，尽善尽美。谈一夜，云雨一夜，情至浓时，仿佛天造地设。小青，可是我的错觉吗？这许轩好像真懂我心里所想一般。我说景致美满，环境多清幽，好想凡事永久，他出口即答，我愿一生一世生生世世都待你好。真造作，男欢女爱我看自古以来就是那一套，这男人只要动了情，一张嘴什么好听话都说得出口。不是的，小青，许相公，他的眼神仿佛有三辈子的爱情在我身上。但你又明白什么呢？你的修为甚至还在我之下。我是不懂。好了，若他真是这么爱你，又如何舍得抽身这旖旎春光？他说还寄宿姐姐姐夫家中，三日夜未归，多少是要回去请个安的。25岁怎么还未自立门户？姐姐，我知道他是个窝囊的印馆弟子，但你不是又说他还略懂得些三脚猫医术吗？为何不去开个医馆呢？你又不懂了。他自幼双亲亡故，长姐如母一手把他拉扯大，他又生了个老实脾气，屡屡受气，他姐姐多关照是自然的。什么关照？我看还是不把他当个男人看吧，女人的心思我还不懂，可是舍不得他掌心里的小弟分家去呢。再说在人间做生意是得有本钱的，我能用术法变出这些朱门大宅，却变不出那些银灿灿白闪闪的东西，他们叫做官银，没了他可就寸步难行。说得像风像雨的，这么宝贝的东西不就堆在那官家衙门的库房里吗？区区薄壁拦不住我，要的话我取他一点来就是了。瞧瞧路边这些人，男人们个个都眼巴巴地看着咱们，女人们都又气又恨地管着男人，生怕那家里的美满日子被我们分了些去。婚姻，小青，你觉得这婚姻到底是什么呢？两个主意的人想在一起，要俗世认可就结合，就是婚姻了吧。我若是个真真正正的人，哪管他俗世认不认我的情我的玉，我今日也自然不会来这里寻许轩，给他家下这定亲的聘银，早便两个人自在逍遥去了。小青，
你说，我们是不是因为太不像人，所以事事才要做的比人还要像人一些？你又说气话了。自在逍遥的日子，你我在西湖水底下盘绕500年，还没过够瘾吗？是是。哎，我怎么从未想过同你成亲呢？同我成亲做什么？我早就同你义结金兰，这可是哪个男人都拆不散的。你这1000年功倒是越练越蠢脑子了。好你个小青，你这500年莫不是练得牙尖嘴利吧？喏，你的男人就在那边了，方门槛边坐着的就是，手里拿块木头一把刀，在雕什么呢？靠近了看，原来是个菩萨像。看来不管生来死去多少次，这佛心都还是诚的。那菩萨像的脸分分明明不就是我吗？哦哟哟，你看看你看看，许仙跟我菩萨来敬他的。你们怎么来了？不是约好等夜半了我去城郊寻你吗？想了念了，一条木桨，一道水波便荡过来了。相公若是不愿见我们，我与小青这就启程回去便是。哪里的事，只是这里人多眼杂，怕落了旁人笑。笑什么？笑城里最美的二位女子过来莅临你许大官人的穷铺子？哼，嘴上笑着，心里可是酸得打鼓吧。小青，不得这么说。这包裹你拿去。哥哥啥西啦，不是你倒插门把你压个平利啊。相公莫要听他们胡说，你收好了回家交给令姐，就说是我白素贞助相公事业起步一点心意罢了。不，许轩，您把这包裹打开吧，就现在，叫他们都看看。哦哟，不好好个100两银子哎，啊，我不是聘礼呀。许仙，你考好你阿姐又考你老婆，啊，跟我不是缺女人家个鸟呗啊。纵然是聘礼又如何？各位，这位便是我结发之妻白素贞，这钱正是他家父遗财，叫他娶来为我打点事业的。我许轩自有些医术功夫，苦于没处施展手脚，立不了门户，今日果得贤内助，你们还没羡慕我的份呢。各位都散了吧，人家郎才女貌天生一对，哪有你们这些妖怪说三道四的份。巡卫大人，缉捕使大人，小女有事相告。何事啊？小女今日在城南许医馆那里看病，瞧那许大夫神色有异，躲躲闪闪，藏藏掖掖，小女顿感不妙，偷偷跟着许大夫进了药房，瞧见他拉开一个药屉，抓的不是药草，却是抓出几块又大又白的银子，拿在手里细细抚摸，当作宝贝嘞。你说的可是钱塘捕头李公府与其妻李许氏所开的那家医馆呢？哎呦，正是，大人明鉴哇。小女是看这家小馆破破烂烂，这许家人又传说是两袖清风，如何内藏大笔雪花银，想必是来路不明，说不定内有玄机的嘞。赵大人，前日晚上官府中确实有官银失窃一事，若是在这许家医馆的银子上找到官印。嗯，有理，悉听线报，随我去查，若是人赃俱获，再做捕蝶追射。小青，小青，你在这儿，速随我来，许轩出事了。他能有什么事？
刚路上有个小童，说是许宣差来的，向我报捷信。一队官差浩浩荡荡的来了，在朝许家，硬咬着说那银子有问题。我问你，你当时可按我说的抹去了银子的官印没有？抹了，或许没抹，也或许只是没抹干净。怎么会叫人发现的？难不成许宣带人来家里稀罕了？既然许家姐夫就是捕头，一不留神被发现也是可能的。咱们快走吧，去救他。上哪儿去？若是那官差真把许宣押解了，你莫非要去劫狱不成？你要为了这个男人又把整个钱塘都淹了去？他们抢走我相公，那我非跟他们拼命不可。白素贞，你给我冷静点，听到了吗？官印一事被查到了，那就是名罪，随便拖不得的。你若是去蓝关，那就是罪加一等。你要害死他吗？是的，小青，你说的是。但是他们未必一点情理都不讲，对吗？他要是聪明，就招供说自己是在路上捡到的，我再去替他求情，我就说有了他的孩子，他们会将他从轻发落的吧。我不懂刑统，也不懂官家，只是你现在要去救他，我是不会同意的。姐姐，我们是蛇，他们是人。500岁的蛇斗不过1000岁的蛇，1000岁的蛇比1岁的人地位还要低，你去碰硬的是没有道理的。那我还能怎么办呢？等他就算是认了赃银，一是初犯，从轻发落的多，再是没有目击，只能算他藏私。遑论他那捕头姐夫，私情公法一定会全力保他，指不定还能有些歪打正着呢。你说的是。小青，你瞧你倒比我还像个姐姐样了。白娘子，我照你嘱咐的到处打听了，他们说许宣当场认了罪，因此没受杖刑，迭配苏州，当场押了牒文，即日启程。苏州？宝珍？宝珍，他还叫我把这信交于你手上。这死呆子，谁叫他自作主张了？我们追去苏州。去苏州也就这一条路，他们到底把他押到哪里去了？这处暑天燥热，一路上也少林子遮阴，相公文弱，何况身上又配着那7斤半的护身家丁，我生怕他受不了这刑。受得过受不过都是他的劫数，你也帮不了他。前面好像有声音，小青，我们快赶上去。是相公，可那围住他们的是什么？小青，当心这些怪物。我迎面便查到一阵极强的摄魂夺魄之感，这些怪物恐怕并非善类，不似你我之前所曾见过的那些妖邪。哼，派来些爪牙四处嗅探，你休想找到我。你此言可是认得这些怪物？不认得，不过我知道他们个个都是索命的东西，那几个凡人对付不了这些。哪里来的？啊！我们快点突围，好去救他。娘子，娘子，我……相公，你受苦了，我来替你纾困。此地已离苏州城郊不远，我们就算心中有好多话，也挨到安全的地方再说。哎，恩公。恩公在这里。哎呀，恩公可算找到你了，刚才在野猪林里咱们可是看得一清二楚，恩公三两下便打跑那些怪物，
他们已在这带散布瘟疫有些时日，被他们碰过的人都患上怪病。这位大哥，敢问是什么病状？先是三日高烧，昏迷不醒，皮肤发青又变黑，好容易醒来，却像听不懂话，横冲直撞，活死人一般。日已出屋，金屋失业，欲向前逛，是两重天要被人强行合一，大凶之兆。姐姐，这是天地异动形成的戾气，附身于人所致，需替中邪者行驱魔化恶之法。嗯，这位大哥，好巧，我相公许宣是钱塘小有名气的神医，兴许能解此困厄。你快带话回去，叫方圆十里受害的百姓都把家中的病人带来许大夫这里瞧瞧。哎呀，那可真是太好了，感谢恩公，感谢恩公呢。明明是正午，天却越来越黑了。娘子，我们在前面找个驿站歇歇脚吧。都依你，我最近也总觉得乏身子，动得少了，再走上这条路，经过同一片野猪林，咱们三人都已是全然不同境地，不知是悲是喜。当然是喜的，不知道这次回航能有什么新起色。相公莫担心，你已在苏州做出了事业，名声鹊起，回去了自然也是往高处走的了。嗯，娘子，这一回我绝对不会。又是这些烦人的东西。我来吧，你别动。小青，小青，你还好吗？这是法海。小青，难道已经到时候了？许轩，你不要看他的眼睛。可是为何他长得同我如此相像？什么叫做到时候了？相公，难道你认识此色？小青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许轩，因为你就是他，他就是你，你们本来永远不该见到对方，一旦四目相接。我倒是没料到，原来真正的结局竟是这样。原来这天眼所招，还蔓生出这样扭曲的枝节。你倒是比我预想中来得还要慢一些。还是说，回到过去，藏在这方违背时轮的禁天中，害你找不到我。孽障蛇妖，我道你是诚心服务，却还在背后耍手脚。果然人妖力分，修行得道一说，纯属荒谬无稽。野兽，永远是野兽。好啊，我惹你不高兴了吗？我不会恼怒，更不会欣喜。我只要收了你和白素贞这两条祸乱妖邪，还这世间苍生律法横一。不可能，法海，这一次我一定要站出来阻拦你。
无假释的和尚，你为了找我，硬生生将两重升天合二为一，这中间碾灭了多少生灵？你好意思跟我说是为了苍生？那也是你违反天律，暗度陈仓在先。这些命债，亦是你的数罪并罚。不，法海，你还不知道吗？是你中了我的计。你动念移山换天的那一瞬间，便是魔在你心中潜滋暗长的开始。无知孽障，这些命，我便叫你今日偿来。相公，秃驴，你掳我相公做什么？事已如此，你这非名非实的丈夫，还是要由我带回金山寺教化修行，逃抵荒淫之罪。小小蛇妖，从前你便不知悔改，再来一回，你竟然还在做着柴米油盐的美梦。法海，你狂言我是孽障蛇妖，我全认。但你说血口骂白素贞，我这两把剑定是要劈得你身首异处，刮出你心肝脾肺来。白素贞从头到尾最大的错，就是爱上你这不得好死的东西。而你倒是恨他至此，竟要让他在每个世界都不得善终。什么？你到底在说什么？罢了，小青，先同我保相公周全。再来一次。娘子，娘子，你休要动了胎气。胎气，相公，好痛。小青，我是啊，胎气，胎已有四月身孕。法海，你又落后我半步。孽畜，原来你费尽心机图的就是这般戏法。你不是想要这个孩子吗？这么看，我可是从未违背你所图。如何，是不是我更聪明？你自作聪明，那便由着许轩来换。这孩子交给我，白素贞伏法，许轩就还俗，我哪里也不会去，就在金山寺坐镇。梦想，明日午时，我定验了你那破庙。放肆！这孩子交给我，白素贞伏法，许轩就还俗，我哪里也不会去，就在金山寺坐镇。梦想，明日午时，我定验了你那破庙。放肆！姐姐，姐姐。这是姐姐给你的包裹。哥哥三，哎呦，我不能要这个钱，你们拿回去吧。相公，莫要听他们胡说，你我已有夫妻之实，这银子就当是我补贴家用的，你收好，带回家交给令姐，向她说笑，就说是我白素贞助相公事业起步一点心意。娘子，你也听到他们说的了，若收了女人的钱，落在旁人眼里，我成什么了？喂，
看，不知感恩的臭郎中，我姐姐是好心给你送钱来，你反倒一口一个尊严，一口一个面子，好像我姐姐诚心害你一般。真亏了路上姐姐还同我商量，今日还想邀你一块到苏州去，另起炉灶的来。我家姑娘刚好在苏州有近亲出售一家药店，现成的铺子。看你这赤脚医生，说不定……如何突然又要到苏州去了？我许轩生于斯，长于斯，亲人姑爷都在这里，平生便数。不去苏州，怎离得了你家里那凶巴巴的管家婆？小青，住嘴！相公，也是我考虑不周了，未曾想到做人，尤其是做男子，竟还有这层金傲。娘子，我知你心好，莫要因此伤了我们夫妻之间感情。我许轩虽穷，但建功立业之事也当是男儿独立所为，况且有佳姐姐夫相扶，你也不必为我过度挂心。哟，那你倒是个挺有骨气的男子，叫我也要另眼瞧你了。至于这苏州，我想佳姐定是不会同意我去的。我们父母双亡，自幼长姐如母，管教我甚严，也是盼我实现一番作为。明明是没胆，还要搬出家教那套来压。好，不说苏州，不再说了。相公，我送银也正是不想让许姐姐看我，误把我以为是个半路杀出又不懂事的弟媳妇。那么都依相公所说的，我们二人携手同心，在这杭州城扎根便是。我是搞不懂你，姐姐，天底下那么多男人，好的坏的，你却偏要给自己找个受气的。你明明有通天的本事，却要为了他那点面子伏低作小。小青，你不懂，我已修炼一千余年，论心论智，这人世间哪个男子比得上我？我要的就只是一个平凡的男人，会叫我伤心，像寻常女子一般。我不懂了，别人在爱里都要享福，你却要吃苦。哪里算是吃苦，那是一种叫人软弱无能、万念俱灰的快乐。你是爱他，若是不爱了，这些都是阿杂而已。素贞，小青来了。哎，许轩呢？怎么没同来？大早上便离了家，不知去向了。方才去印馆打听了，也没见着人。从来都说男人结了婚之后变得稳重，没想到这婚后三年多反而越活越像个野男人。哎，消消气，指不定是有事耽搁了。我个月就得去五号的，七月十五一到七个多月位，每天都提醒他，我是个字儿都紧那字儿都沉，要么亚帽或者亲爹送到你们窝里相亲，各种被忙记的了。送来了怕是也找不到人，许相公一时不常在家里待着的，照他的话说，在家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憋屈。哎，多少说点儿。娇容，就你这张嘴，莫说是许轩了，再好脾气的也被吓得不敢再登门了，还指望他来领骂呢。我看了阿日骂了他少。哎，总说来的，好重的酒气。相公，快坐下吃饭吧，姐姐都要恼了。姐姐不是来了吗？天天吃天天吃，你就跑了居缸里好的，老居吃饱你就弄得另听的。吃饭吃饭，不说那些了啊。哎，又是一年了，算了下是你俩成亲第三年了吧。许轩，你虚岁也近三十，今年有何打算？还要在印馆里混日子吗？哪里算混日子，薪俸不还是往家里交的吗？佳佳，你哦，举你那点东北又是个用场了。
这个局没用脏，我老早就同你讲的了，叫你退路来，一个帮我来定，你又不肯，这个局叫我怪到中。就你个毛副样子，等些一人一出事体了，把我好不容易来到昂寨打出个名声都弄坏了的。你又不要我弄，我这个犯错。相公别置气，我想姐姐也是为你着想，也许姐姐的意思是先让你在医馆帮工，过了几年若有起色，便也能立家兴业了。你们总是一唱一和，一里一外，像是个金钟罩把我狠狠地压住，透不过气来。玉叶真我不来，抱过来嘛，却马生。早知道要受气，当日叫你去苏州，你就承应了我姐姐便是。现在落得不上不下，后悔了？堂堂八尺男儿，可堪金屋豢养。你若是有这骨气，何故三年未添一丁半女？小家床子之事，不好细说。管管管，从上面赚不赚钱，管到下面顶不顶事。不如明朝我便剃度出家去，再不济就在这钱塘要饭，也算是做成了你们口中的一件半件事。呀，小西斯，你跑哪里去啊？啊，白妹子别叹气，是我管教不力，不是你的过失。哎，你主外主内，这女人家的本事你是做得够了。徐姐姐，你可知道我不是叹相公这几年来性情大变，我叹的是心意相通之人，纵有再坚的情，再深的意，也抵不过油盐柴米的消磨。青蛇，你想求什么？我想为我姐姐求一个解脱。你姐姐为何所困？名存实亡的婚姻，镜花水月的欺瞒，一厢情愿，忍气吞声，我看不下去。可是小青蛇呀，凡人之爱并非恒长永久，而是一个瞬间的无尽重复呀。你为此愤愤不平，说不定那谎言下二人正是乐在其中呢。绝对不可能，若是真心相爱，必是真心相待，坦诚相对，赤裸裸的。凡俗的婚变情变固然是庸俗了些，但你如此介意，倒是让妾身感兴趣了。青蛇，我们手上有些人脉，闲时接些委托，为人了却心愿，你意下如何？我没有钱。妾身从不收受金钱，只是待你重入六道，弥留世间之时，把你魂魄精气分一抹给我做香。好说，你若是能让那窝囊废许宣尝尝厉害，叫他屁滚尿流的离开我姐姐，别说一抹精魂，十抹我都可以给你。小青蛇呀，要叫那情郎美梦破灭还不简单？我这杯雄黄酒可代你送他，叫他喂给你姐姐，让他显出原形，哪个男子能消受得了这发妻变蛇的福分？我见施主肩门暗黑，眉如金，夫妻宫有成十字立纹，想是施主男女间家事不顺，或是停妻再娶。何来停妻一说？小生做人清清白白，休得污蔑我。我对娘子也是忠心不二，誓不再娶。你专情不二，却因此不能勘破那背后玄机。我只觉察你周身萦绕着黑气，想是早已身中那妖毒，若不渡劫，劫便渡你。你胡说，
我娘子也不会对我怀藏私心，她对我亦是全心全意，也绝无可能是什么劳什子妖物。这世间的情感岂是只有忠与不忠两种？若是不信我所卜算的，你就拿上这杯雄黄酒回家去，亲自喂与那白素贞，定必有奇景可看。你如何得知我娘子真名？你口口声声无意无故，可是佛自有凭感。我只是给你一杯酒，嫌隙若已生了，你自然知道从何处下口。我见你已经把那杯恶心东西交给他了，托你带的话可也说了。妾身接的委托从来都是百分百的兑现。就没有了吗？我还以为你要追问我因由。因由？自你在佛前许下愿望开始，妾身便已洞悉了，人和妖要的东西素来也差不了多少。那么后会有期，你自去吧，想必你还有事情要忙。下回再见，便是我来索你这一味香了。我是什么香？复杂，像女人一样复杂，却又单纯，像女人一样单纯。可算回了，我离开时姐姐还在生气，你须得改天上门亲自赔礼道歉才是。娘子，你如何看我？作何突然问这种话？我怕你觉得我窝囊，我这三年确实受了不少窝囊气，我恼也是生怕你哪天看透了我要走了，又或者说我确实不信天下哪个女子能对我这样好，无缘无故的好。相公，你不信自己还不信我吗？娘子，咱们好好喝一杯，把话都说开吧。哦，今天在鱼兰盆会有人给了我这好酒，叫我带回来同你尝尝呢。相公，今日可是试我？我也想明白了，不能再这么消沉下去。娘子，我们今夜便互陈心事，往后再有什么隐秘也防不了我二人感情了。相公，相公，你姐姐怎么了？都是这雄黄酒的缘故。小青，小青，相公许是被我吓坏了。倒不是吓坏了，是吓死了，脉象鼻息竟已断了。我哪料的是这样的结果，他今日带雄黄酒来，说要与我敞开心扉。若是雄黄酒，你为何不拒绝他？我道他是想试我，也许是他已然猜到了我的身份，要同我敞开心扉，同我坦诚相对。哪想到我竟会吓得他灵魂出窍，我哪料得这一口酒害得我与相公来世才能做夫妻。姐姐你节哀吧，事已至此了，他就是没有这个福分。不，我要救他，我吓死了他，这命是我欠他的。
救他？你就算是几千年修为的神医，也断不至于能将人命回天。况且你怎么不想想，他从哪里无缘无故弄来我们最怕的雄黄酒？说不定是有人指使他呢。我知道昆仑山有灵草。白素贞，你疯了吧？那天庭是你我能去得了的地方？况且那灵草是日夜有那仙翁灵童把守的，你若是偷到了才好，要是偷不到，你死了我怎么办？小青，我爱许玄，你总是忘记这件事。爱一个人就愿意为了他九死一生，你不懂的。姐姐，我是不懂，你若是执意要去送死，那不如让我来了结你，或者你了结了我。无论如何，小青今日不会让姐姐走出这间房门。小青，怎会如此？为了一个男人，要逼得我姐妹俩刀剑相向吗？哼，问得好，是该你来答吧。可放我过了吗？我同你一起去。好。小青，那里有一株灵芝，每三千年开花一次，蕊中结一枚紫金神珠，是能化死回生的法宝，快随我来。哪来的大胆蛇妖，竟敢来老子的地界盗宝？阁下可是昆仑山仙翁，小女子不辞跋涉上仙山，也不过是为了借这仙草一用救我亲夫，人命关天，还望成全。哎呀呀，你这亲夫来头不大，架势却不小呢。听老子一句劝，生生死死是人世常理，起死回生是有违天法，凡人的命格可架不住这宝贝。可我白素贞今日救父心意已决，若有得罪，仙翁勿怪。愚笨愚笨，小小蛇妖，你盗的是仙草，毁的可是你自己的修为。你离上登仙班也不过再几百年，却被这小小情节绊了手脚。这紫金神珠被盗，甚至惊动了天地，兴师动众，不像是要轻易饶过的样子。这下人间又要有乱了。人间有乱，不是正合了左殿神将解定星君五阴众的意？上一回你也正是借此机会混进凡间，匡扶正义，换来个天外剑圣的威名。今时不同往日，庙堂大乱，朱恶将军将我盯得紧了，我也不时得做做样子，好给上面交代。但是他们的忧虑也并非全无道理，被蛇妖所窃神珠非等同于一般凡物，而是魔侯罗家修为所化。魔侯罗家，我还以为这天龙八部的复行邪神自被娘娘收服后便灰飞烟灭了，不想还留有余孽在天界。你话也不要总是说得这么难听，纵然他后来又堕恶道，先也曾在死界行过引灵反噬的功业，正因此娘娘才从轻发落，将他点化为千年灵芝，意在让他的蕊心恒长不灭，身却永受四十轮回之劫。你太苛责我了，我一个成天打打杀杀的，哪有西王母禁闭晓得好言好语哄人开心。走吧，领了令牌，咱们今日下界走走去。蛇妖，还不出来认罪服诛？
里面一丝声音也没有，莫非他们已经离开了？他们前脚刚离，我们后脚便追查来此。天眼恢恢，区区蛇妖是逃不掉的。我们现在是留了一丝体面，若是要破门而入，那场面便难看了。诸位大仙大神齐聚一堂，恕小女有失远迎。这寒碜的白玉，今次是蓬荜生辉了。蛇妖，少作饶舌，将紫金神珠原样奉还，许是还能饶你们几年天罚。神仙姐姐，可晚了。那仙草灵丹，方才已经由我姐姐嚼烂，亲手喂进死人嘴里去了。这当时，他们许是在里面执手相续，誓言永不离舍。天上的神仙，此时我小心只有疑问：你们存在，不就是为了让这人间美满幸福，凡夫也能所想皆成的吗？为何要惩罚我们呢？子枫，不要被蛇妖的诡辩动摇心肠。蛇妖，你在此拖延，也只是白费功夫，还不如早点降了，少受点皮肉之苦。这位天将哥哥，九天三界，就属你能一眼看到我魂魄里了。那么我也不假扮笑脸了。小青，小青，相公他不对劲了。他还能怎么对劲？姐姐，你可瞧外面这阵仗，此刻不宜闲聊，你先进去，护他体内金丹，不被这些假惺惺的天兵天将所掠。不是，小青，相公他变了个样子，我方才为他灵丹，他一睁眼竟是冰冷，好像不认识我了，嘴里直呼我是妖。他方死而复生，自然是先迷糊一阵的。这眼神相态，分明是八部天龙之一的蛇神魔猴罗家。蛇妖，我想那昆仑山不敬散人也警告过你等，此法宝并非凡人命格所能架住，你执意复活的可未必是你的夫君了。相公，你可还识得我白素贞吗？吾如今已得世尊地藏般若诸佛点化，三千轮回聚于灵台，得见大空，法力无边，有如大海，故名法海。汝乃西湖断桥下1500年白蛇精修化人形，又使威逼保和堂徒弟许宣同你媾和，因服下雄黄现出原形，惊骇许宣致死。姐姐，不过是一个凡人男子，不要便不要了，咱们快离开这儿，这些神神鬼鬼都绝非善类。小青，我是恍然大悟，原来我眼中这情投意合，风花雪月，换一道口吻来说，竟落得一个如此难堪的下场。我吓死相公是欠他一命，因此我稻草来报也是还了。天庭神仙可能因此放我妹妹小青一命，此事是我所主，亦是我所担，与他全无关系。姐姐，你此事要赶我走？你真要如此对我？白蛇妖，你妄图人妖通婚，已是不守本分。就算你救人所积威德，盖也抵不了你盗取仙草，违反天法之罪。你既然冥顽不化，负隅顽抗，我亦绝不轻恕。那你把命还给我姐姐便是了。诸位小心，万不能让那蛇妖遁逃了。
天地自有律，有报亦有法。三千年花中世界，我曾定下誓愿，若有一日再入世，必大慈大悲，大破大立，为正邪是非定界限，令天下重见光明。蛇妖已镇下了，法海，随我们回天庭复命吧。二位仙君，此刻法海心中仍然充满了多余的情感，像是我尚未全然灵肉合一之故。那许轩眼中种种过往烟云，仿佛走马观花般自我心中闪现，如星汉遥远却又清晰确实，令我困惑。我还需修行。那这蛇妖如何处置？依照天律，盗窃灵草，取手镇压佛塔之行。法海，你是收妖主事之人，此事便交由你去办吧。我即将金波并白蛇妖永镇雷峰塔下，至于我，也正有意此去金山寺出家修行，并行看守之职，直至那蛇妖服罪悔改。看守？可是法海，这并非你的职责。子枫，涅槃生死，机缘自有，我们不做干涉。幕后罗家，如此也好，你今日得此机缘，以道成肉身，来去自由，不再受轮回天罚所限，那我等便先行一步，与子枫仙子回报了。大师，也要收服我吗？小小蛇妖，你才多大？500年，1000年？下月便足513年了。我不过一个小妖，自然是比不过大师这3000年精气的。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我可以不收你，但劝你一条正道，修炼正果方能成事。可是我是想跟着大师修炼，念在我们前世还是姐夫亲妹一场，我小青蛇家破人亡，又无处可去，千好万好，好不过让我跟在你身边修行，由你亲自来渡我。方才交手，我看你是有修行的灵气，但你心中仍有邪蛮滋生，别以为我会看不穿你的诡计。我哪敢有鬼主意，我已经全身全心地拜在大师脚下了，余生只愿服侍，不做多想。你纵是在我身边谄媚10年100年，也断没有可能救出白蛇妖。白蛇妖算什么东西？他虽然修为过我，却因是个情痴，那蠢笨脑子我是再也受不了了。我还是想跟着大师，能得指点迷津，也是为你做功德。佛之修法，无魔不成，留你在此助我修行也非不可。你那奇招异术尽管使来，若让我动了念，便允你出师。师父如何知道我正在看你？我方才打坐实修，以至金光明沙之境，所观内外皆是白光，并未觉察到你已进门来。
原来只是逢巧，可叫我伤心了，还以为你醒来是正想我呢。不过呀，我是正挂记着师父，刚刚这天地间突然好一个震荡，我还以为是师父出了什么事。我确实因为这十轮震荡打断了禅修，但你进来恐怕也不是安了好心。你身后藏的剑亦可收起来了，你步伐太重，三道门之外我都能听到你的气息和心跳。上次你可是在五道门外就听到了，这是不是说明你把我教得越来越好了？今日是我心乱，否则十道门外你也逆不了行踪。那么师父为何而心乱？为梦中所见，梦见雷锋打摊皮，一个年轻人提刀前来说要杀我。何人？何人动得了你法海？我的儿子。无意冒犯，你哪有儿子？师父莫不是修行做梦做昏了头了？南摩赫拉达那多拉耶耶，南摩阿利耶。我没想到你修法竟已真至如此境地。我原乃天龙八部魔猴罗家区区二成慧眼，观一切法空，灭一切异象，得见因缘，转生死不在话下。青蛇，你当畏惧的是我接下来所能见的。难道你已修炼至开得天眼？法海昆球，你无故将我娘陷害，害我骨肉隔散一方18年，时时被唤作妖生子，夜夜思家不能圆。我许世林今日大魁天下，才从养母娇容处听说你作恶伤天之事，便是赤手空拳也要抗那强梁与塔邪王，救出我娘。此子邪魔外道中毒已深，身中状元，却为大反天际的白蛇妖辩护，还望推倒雷峰塔，给那锁镇妖邪大赦天下。可是他为什么长得如此像你？难道他真是你儿子？你哪来的儿子？这么多年我寸步不离地守在你这金山寺里，从未见你与哪个女人相好过。你修为浅薄，不足悟道，同你说了也是妄言。师父与我细细讲来，你不说我如何能懂呢？色界天的眼根能超越大地远近，过去未来一切法相皆在我明鉴当中。我修行所得最大的领悟，便是我所在之外还有所在。师父，这地界之外是人界，人界之外是冥霭，你所在之外不就是天界仙庭吗？这道理有什么难的？我也懂得。你所以为的是远古时三神创世之说，但你所不能见的便是三神创世时那萦绕在我们世界之外的混沌。混沌？凡人之眼看来，混沌即是极厚极玄的烟云，能折射因果，造出千万个卫星世界。烟云之上，星象即是孔窍，透入光来，这万重星天正如莲池，莲与莲，叶与叶之间并行相长，却永远不会并蒂相交。但是每当你造就一重因果，便会漫生一只可能世界，一颗星。你
开玩笑吧，师父，你可把我小琴唬住了。照你的意思，这夜空每一颗我能看到的星星都是一个世界，每一个上面都有一个我，都有一个你，都有我姐姐。与你的修为悟到这一层足矣。那这梦里要撞塔之人许世林，是我所亲生子，却不是我的因果。我的天眼所见，在那个世界我仍是许轩，与白素贞共修连理，育有一子。既然不是你的因果，与你又有何干系？你何必又去换人幸福？有名尉迟两者纠集三皇之力，扭转了十轮，天地异动，将这异象送入我梦中。我修行至半，得见此景，定是有宿命诏约。这是一件法器，曼荼罗。青蛇，你佩在身上，便能洞开石轮，前往另一重世界，将它带来见我。我跟了你这么多年，这是不是你第一次送我东西？大师，你对我未免也太好了。天命既然昭示我梦见此子，即是叫我轻为管教，以免他随心所欲，自成祸事，追悔莫及。你要我费尽心机把他抢来，竟是供你管教，真是个横跨三千世界的管教。你直接操把刀抹了他脖子，不是省事儿。出家人从不杀生，况是虎毒，亦不食子。唯唯诺诺，你带他来又不杀他，是要将他和他乳母一样，站在塔下骨肉团圆？是你想见他了吧？不如你亲自去不就好了？我此身必须镇守金山寺不得动，只得借力于你。若我轻误投身石轮，日食将生，两重天都会泯灭于混乱与黑暗当中。好生讲究，你给我这法力万千的宝贝，不怕我直接溜走？我也找个好地方重新过我的好日子去。青蛇，你溜不走，莲池中的每一重世界俱以因果自洽，浑然天成。你来自无处，归于无处，若是妄想强行僭越石轮，只会换得修为尽失、肉身泯灭的下场。自金山寺一战，你在我身边委曲求全，不就是求的一个活头？动物妖孽求生乃是本能，想必你比你看起来要更小事一些。法海，你真是把我看得透透彻彻，清清楚楚。我瞧着对面影影冲冲，却是一样的木塔佛雕，难不成跨过了千山万水，还是在你这倒霉金山寺里？此寺非彼寺，就算我修得神通，也只能送你去有寺的世界。有寺就有你，有你就有寺。好师父，这可真没意思。还有一事，青蛇，你在这门里待得越久，修行便损耗愈快，殆尽了修为，你便会打回原形，还是一条六亲不认的青蟒。休怪我未曾警告过你。多虑了，小青我啊是个惜命的人，这不是你说的吗？突然想起来，从前你说，若是我让你动了念，你便放我走。那么是你动念了吗？
小青，自那金山寺大战一别后，好久没再见过了。只不过你莫要再来劝我。今日午时地藏菩萨诞辰，我许宣便已辞亲剃度，受衣出家，用父母深深修学佛法，广济众生。我不是来劝你的。那你是来杀我的吗？也罢，你今日就是剐了我，我也认。我是个懵懂痴呆的负心汉，愧对结发妻子白素贞甚深。现在跪在佛祖面前忏悔，愿将此后修行功德回向爱妻，祝他早日脱离苦海，飞登仙界。却想不到这个世界的你倒成了个痴情男儿，几滴鳄鱼泪说得像是佛像容蜡一样。你小青，你口出此言是不信我重新悔过？你悔不悔同我有何干系？我今日来既不是来劝你，也不是来杀你。我只要你与白素贞生下一个孩子，让孩子偿还你的孽债。你要我儿许世林？你寻他要做什么？你要带他往哪里去？是要去你们青城山上修那些术法道行吗？小青，我又糊涂了。你笑什么？我笑笑那天谴的白素贞，她的一线生机竟然就系在你这样一个平平无奇、匮乏想象的男人手上。我笑还笑我手上这曼陀罗，让我遍踏三千世界，五内焚灭，历经万千因果，却发现只有你儿子才能救出那塔下苦母。救出娘子？真的吗？可是我儿世林出生尚不足月，还养在乳娘那里，莫不说与那法海都连之仇意？他都正好，我要的不是你此世的儿子，而是你来世的。来世？小青，你可是要索我性命？是吗？也许不是，只要这曼陀罗转动摄魂，你在此地的肉身便会立即死去。但是许宣，我只问你，你想不想将一切从头来过？那我是想，我当然是想的，就是死也愿意。小青，是不是有那天上的神仙派你来见我行程，要再给我一个机会，叫我再做一回爱人？再来，我一定不会再懦弱再犹豫，即便是死也要尽我的全力。是吗？我亦不会。放肆！姐姐，姐姐！哈哈哈！我倒是没料到，原来真正的结局竟是这样。原来这天眼所招，还蔓生出这样扭曲的枝节。你不是想要这个孩子吗？这么看，我可是从未违背你所图。如何？是不是我更聪明？你自作聪明，那便由着许宣来换。这孩子交给我，白素贞伏法，许宣就还俗。我哪里也不会去，就在金山寺坐镇。姐姐，你终于醒了。我已找大夫来相过脉，法海那一击并未伤你太重，你腹中胎儿尚在。姐姐，为何不说话？我在等你先开口。我等你先把所有事情向我坦白。比如，小青，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你好像已经将这一切都了然清楚？除了你妹妹，我还能是谁？人只有一张皮，底下只有一颗心，但蛇却会蜕皮。我仔细回想，也许在半年前，在你把我推下桥那一日，你已经不是原本那个小青。可你又是小青，你长得像的，神态像的，说话亦像的。
小青，我说不好。那法海的金光打中我时，我做了一个梦。我梦到相公，我们最初却变了，他也变了，变成了那法海。那不是梦，那是我所来的地方。你所来的地方？那么你果然不是此地的小青了。我是，姐姐，但我从你的明日而来。半年前你在西湖碰到许轩，他向你借伞，你殷殷盼他来还，你会不可救药地爱上他，我拦不下劝不住，唯有顺水推舟。今日午时，你为救许轩会施法蔓延金山寺，三个时辰后我们会战败，你会被法海永镇雷峰塔下。就没有别的办法吗？我全都试过，你知道吗，姐姐，说来好笑，那些决定我们一生的转折，回头细数起来，竟然都是一些琐碎的小事，如何不是荒谬至极。在我所来的那个世界，三个月前你与许轩未赴苏州，转而留在钱塘，却只落得个无功无业的下场，所以你才会费尽心机设那盗取官银的乱局，好把我们逼往苏州吗？若不自立，有何自由可言？不消一年，我就眼睁睁看着你们贫贱夫妻日暮途远，爱情也泯灭。三年后我会在佛前请愿，救你出这庸俗苦海。高人赠我雄黄酒，叫我离间你二人。你服下毒酒化蛇形，将许轩惊骇致死，我以为你会就此罢手，我没料到你会不惜与我刀剑相见，也要去天庭偷灵芝草来救他。我也没料到你偷得的灵草会歪打正着，将那无名小卒点化飞升，变成不近人情的地藏圣佛。十年后我会从法海那里得到一件法器，终于让我等到了一个机会，我要彻彻底底地灭杀他。十年又三日后，我的灵石会横穿三千世界回到过去。半年前我会把你推下桥去，叫你正正好好落在许轩怀中。三个月前你会怀上你们的孩子，二十年后他会高中状元，他会将状元花魁挂上铁树，雷峰塔会因此倒塌。万般因果，却唯有如此意图，你才会得救。你肚里这个孩子就是一切，他就是未来。法海要他好困住你，我也要他好救出你。我不但要救出你，我还要每一个你都自由。他便来追杀我们了。哼，他知道了。半年前又一刻，在我踏入此事的正当时，他便已经知道了。他终究还是不惜一切，但我也是。小青，我不知是该怨你傻，还是恨你痴。小青，就算要历经多少遍这苦行，那都是我的钱，不是你的呀。如何又不是我的了？西湖水下五百年同生同眠，那命格亦已经交横筹谋。白素贞，我始终见不得你受苦。法海，我还是未曾料到，天眼所昭示我的，从来不是过程，而是结果。你太傲慢，你以为你能掌控得了全部，教化得了所有，却不知道自己正是会因此而死。青蛇，我警告过你，这十轮的倒逆
何以被称为禁天？便是因为你的肉身是由既往行动的无数因果所造成。剿灭过去，即是剿灭你自己。可你不是也来到了这里吗？你不是也会死吗？你甚至不惜将这两重世界并为一线天，屠戮生灵无数。逆天律，修魔心，只为了抓住我。若不是我自知分量，都会差点以为你爱我呢。若叫哪个不知真由的旁人看了去，都会以为法海是你自己想要结束这一切，是吗？有些问题从来便不必问，亦不必有答。不论如何，你所做之事今已至此，生灵涂炭，道尽涂穷。法海，你若是还要执意拆散我们夫妻，分离骨肉，便是多造一层孽。既然事已至此，我断不可能放你人妖乱伦，降格同妻，自然也更不可能让你肚中的孽果执迷此道。那便死斗！孽畜，无自量力！苍龙乃是他生生化者，天龙八部的法力已与他血脉神魂相合，而他所用的却是相公的凡胎肉体，那感觉定是每分每秒都会有千芒锥心的刺骨疼痛。大战临阵，我们生死还未卜，你却还在念他痛苦。我是罢了，也许歧路相向，终有一日二人也会憎我至此，以至于宁可忍受此等鬼神酷刑吧。姐姐，你看清楚，他不是许轩。变成他的那个许轩早已死了，现在他是法海。照你所说的，这法海早已有半神之力，这样拖下去我们胜算甚微。姐姐，我还有一计，法海既然是吞天并日而来，这里就是无尽重天所流经交汇的岔口，只要转动我手中这件法器，便宛如千道冷光入境，足以调集幻花水月。君来欲采我多重小计，莫非你以为我不会？姐姐，你去救他吧，许轩他就在寺里。你不同我一起去吗？不了，我和法海还有我们的孽债要清。可是小青，此事若了结了，我还能见到你吗？见到见不到，姐姐早已是千千万万遍。就像衔尾蛇，开头亦是结尾，重来亦是结束。
好端端的妹妹，怎么一个人在这里？我看一下，哦，已经很酸哦，一二三四五六啊。6 8 9 10 11 12 13啊，七嘞？他留一个伏笔是怎样？该不会又联动？是算重复吗？哦，有可能哦，有可能是重复的。好，来总结一下哈、哦。刚那个光球就是他们大战最后一天，最后一天大战之后，那个光球回到一开始动画那边，然后那个人是讲自己是许宣，而不是法海的样子。可是那个人就是法海，对，就是这样，又再轮回一次了。